庆祝重阳节，复兴活动社区办理幸福婚礼祝福活动。二十对加起来超过3000岁翁仔某，在众人的祝福之下，穿着西装甲新娘衫，手牵手走红地毯，让因再次感受到当时结婚的幸福。庆祝重阳节，活动社区办理幸福婚礼祝福活动，邀请传来长辈穿着西装甲礼服做伙来走红地毯，重温当时结婚的幸福。传友表示，这中这上年长的高达93岁，上少年的嘛有58岁。因少年的时阵生活环境较无好，婚礼拢办了较简单。即个借着庆祝重阳节，甲长辈真好水水，佮重新体验一届。今天刚好配合我们99重阳节办活动，还有20对的这个幸福夫妻加起来可以说超过3000岁以上。真的是很好，因为亲像阮理事长在较高龄的早期的时代，经济较无好，婚礼咧办较简单，较无像即卖礼服遮尔水，活动遮尔闹热，所以即卖有即个机会，借即个机会来办即个活动，互遮长辈大家来回味一下。长辈拢真欢喜，感谢社区遮尔大心举办即个活动。今日食出味真闹热，嘿，阮社区安食好。因为结婚前没有拍过结婚照嘛，哎，这样举办这个很有意义。船长表示，办理这个活动庆祝长辈重阳节快乐，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增加船民之间的凝聚力，让外中船变了更加幸福。新中华新闻蔡中清复兴采访报道。